Hello， 大家，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几只 Rollis 啊。因为 Rollis 好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了。在这之前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天在视频里面可能没有展示清楚的那个项链的吊坠。首先是这个，看一下。对，这个是我说的那个钥匙造型的，但是它也并没有那么惟妙惟肖哈，只是一个有点抽象性质的这种钥匙的造型。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吊坠了，是一个浅金色的眼睛造型的一个吊坠。OK， 这下看清楚了吧？整个戴上了。像是这样，我就不戴了哈，不佩戴了。像这样的饰品呢，留给它的主人去第一次佩戴，对吧？看了一下店里 Rollis 的颜色，其实并不算多，只有两种颜色，然后另外一种8W 唇膏粉，它是有大小两个型号的，一会儿可以分别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支是 L3， 玫瑰粉、玫瑰紫。应该是更严格的说的话，应该是玫瑰粉。再给大家看一下装这个链条哈，或者是肩带的这个方法，要压一下，然后把它穿进去哈。先穿进去一个，然后压一下另外一个，就把它穿进去了。小包，有朋友说小包呢选一些彩色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小包会选择彩色的，然后大包呢选择一些金刚色，大象灰色、金色或者黑色，甚至其他深色调都可以。那小包的话，像什么马卡龙蓝呐、粉色呀，像这样的紫色呀、浅紫色哈都可以。我觉得很多包在我上身之后呢，感觉有点减分。这只包还有一个背法，就是有点像康康一样，把它的肩带呢可以放到1/2长。那我第一次录完 Rollis 之后呢，当天我就想到了，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发布，然后有视频观众就来提醒我了，是可以这样跨的，然后这样。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哈，它显得可能就更小一些。像一些小女生，甚至身高高一点的也没关系哈，也都可以用这样的小包啊。一个 L3 啊，玫瑰粉搭配了这种银扣。这只也是19厘米的 Rollis。粉色的一支啊，唇膏粉，同样是搭配了银扣。哦，忘记了，一会儿应该还有一个金扣的可以给大家看，但是是蓝色的水妖蓝，这个名字很妖气哈，妖气很重。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包包 ，Rollis 小号的啊，19号的，那里面其实中间会有个隔层。然后没有设置拉链位，它在外面呢会有一个侧兜。同样呢，可以用作1/2的肩带长度来使用。一般就这样了，是吧？或者是这样提着，或者这样。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造型哈，可能在拍照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造型啊。那我如果拿一只大包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就显得会稍微的阳刚一些。那如果是小包的话，反而是一种柔美的感觉哈。女生拿的话哈，这样子拿应该是一个柔美的感觉。
小包呢就继续聊小包。这个这只蓝色的其实是被一个明星哈背过之后，那这个颜色曾经火了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之前有顾客来店里面去试这只包的时候，我会觉得哇真的上身效果非常非常好看。嗯，我觉得很多女生在搭配鲜艳颜色的衣服之后呢，其实是和包包可以互相加分的，这样的一只，然后也可以斜挎，斜挎比较随身一些了。然后也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好的，那这样就是它二分之一程度的样子了，更像一个，更接近于一个晚装包这样的长度啊，肩带长度更接近于一个晚装包，这样，以及这样。这个包包至少应该可以放得下大的手机的吧，是吧？好，那这个就是水腰蓝配金扣啊，这个是店里现在 Rolex 里面唯一的一只金扣的包包。其实大包是有大包的特点的，比如说像这种 Rolex 23，有叫23，有叫24，那其实量下来其实确实是23厘米哈，之前量过大号的康康包。大包背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啊，即便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它的整体的感觉更像是工作时用的一个包。那小包更倾向于平时出门啊、逛街啊、休闲时间啊。我身上没有什么粉色的元素，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唯一红色的就是个帽檐了，还看不到。然后我给它变成二分之一大小。好，二分之一肩带，像 Rolex 如果深色的话，我觉得男士也是可以使用的。 Rolex 的这个金属的造型呢，不像康康包那样子感觉更正式一些，这种猪鼻子造型的感觉会有一些俏皮哈。其实我是有点溜肩，所以我很难单肩挎一个包。大包当然也可以搭在肩上。再看一下大包的构造。其实和小包一样了，外面侧兜、里面侧兜，然后两个大空间以及中间的一个隔层哈，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 Rolex 大号的包包了，23厘米其实是啊。如果有人说23、24，那其实都是一样的。唇膏粉，大小包是不是感觉这种？感觉上是不同的，和这只玫瑰粉的来比较的话，那爱马仕除了工艺之外呢，它的颜色真的是运用的非常非常好的啊，那换一种颜色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就是它们背面好的，那今天就是这些包包了，可能也只是女士适用的包包了啊。其实挺亏欠很多男性朋友啊，加了我的微信，完了之后会想要找一款40的大包或者35的大包，甚至有朋友想要找就是40的这种鳄鱼皮的包包。那爱马仕出货量确实是有限，然后有很多顾客其实入手了鳄鱼包之后，因为鳄鱼包本身已经到了包包金字塔的顶端了，就很难很难
让顾客拿出来再出售了。即便是出售的话，它可能价格也会比较高，所以想遇到一只很好很喜欢然后价格又合适的这种鳄鱼皮包可能是比较难哈，尤其是这种大号的包包的话，新品呢又价格又比较高，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也是看缘分。好的，那今天的包包部分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